陆通求你放了我弟弟，答应我一个条件吗？除了让我投降北漠，什么都可以。娶了我妹，你受的这些话都是在为你自己找借口。宝凤，你放开我！陆通求你不要走，放开我！宝凤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。宝凤，你知道有点死之前跟我说了什么吗？说了什么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给尤兰找个好婆家。你到底喜不喜欢尤兰？如果这个欧阳飞燕孩子没了。 你觉得会怎么样？多姿多彩。娘娘，皇上，昭仪娘娘有流产之兆啊！你说什么？皇上，桂圆和杏仁是皇后娘娘派人送来的。皇后，陈伯父，铁牛他来看你了。真的吗？大人有我以为你死了，原来还活着，我真失望。这是你的战袍，儿子。 归宿大唐吧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《隋唐英雄传》。